天天炫鸡爪，天天炫不够，我又来炫无骨鸡爪了。这个是一桶两斤的量，现场拆一点。固形物也就鸡爪子，大约等于60%。来看一下它的汤有多少。汤全部倒出来了，剩下的全是鸡爪子。我又重新拿了一个桶，咱们来看看鸡爪子在桶里边是多少。这个都是他们家的桶，鸡爪子和汤分离之后，这个量给你们看一下。鸡爪子和汤分离只是给你们看一下比例，吃的话还是汤和鸡爪子在一块吃才好吃。汤给它倒里边，个个去骨留筋，肥头大耳。嗯，真的两天不吃就会馋。天天吃都吃不够。哇，这个好大。嗯，鸡爪之大，一口塞不下。你们也可以拌点黄瓜，拌点洋葱，味道会更好。